下好大的雨。今天现在都12点钟了，还没得开门呢。今天是最后一个开门了，又天降大雨，想开门又难哦。这雨真的下得好大。这雨下了一个多小时了，下得好大。你好，我家主，今天中午12点才能来开档，不像以往一样每天都是第一的，因为今天一早就去一个公司拉一些花回来要换，然后又碰到下雨，下了一两个小时的大雨。每次一到下雨，这个简陋的店里都有瀑布欣赏。瀑布啊，哇，这雨下得太大，这里面都积水了，哇，全都水湿了。下大雨也得干活啊，也得搬砖啊。不说了，先搬砖了。今天一早上就是去拉这些花回来换了，这一片都是，车上还有几盆大的，因为下大雨卸不了了。这蝴蝶兰还可以，那几只就是花卸了而已。今天去拉这些花的时候被那公司美女吐槽了。今天去拉那些花回来换的时候啊，被我们他们公司的美女吐槽了，说我们的花怎么这么不好养，才养了一年多就变成这样了。然后我直接跟他们说，这些花啊，在室内很多的花在室内养，周期一般都是两年左右，它就算是不死它也长得不好，然后达不到观赏要求，甚至有很多花一年左右都要换，所以我说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生意的来源啊。要是说你们买花回去呀，一直都不用换的，那我们就没生意做了。